主料，面条100克，辅料，小白菜、豆腐、肉泥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先将瘦肉调好待用。待甩开之后，将面条对折动后入锅煮，豆腐和青菜依次入锅。待面煮烂之后加入肉泥，稍微煮一分钟后即可关火。一盘营养好的宝宝辅食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，调肉时可以适量加点盐，其他步骤都无需加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